关于乌克兰危机，中方坚持劝和促谈，政治解决。中方愿同法方一道，呼吁国际社会保持理性克制，避免采取使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的行动，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，避免袭击平民 和民用设施，保护妇女儿童等冲突受害者，切实履行核武器用不得、核战争打不得的庄严承诺，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生化武器，反对武装攻击核电站等民用核设施。 尽快重启和谈，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，寻求政治解决，构建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，合作应对乌克兰危机在粮食、能源、金融、 交通等领域造成的外溢效应，减少乌克兰危机对世界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冲击。